好多人去台北旅行都会揀住在西门町，这间酒店刚刚在9月才完成翻新，一落楼3分钟就去到捷运站，楼下也有便利店，附近四通八达，同西门町步行街亦都好近，行街食饭都好方便。而翻新之后的酒店设计就变得好精致，周围都有啲关于西门町嘅涂鸦，大堂放置咗吊床，感觉好写意，亦都有艺术装置空间，满足女士有得打卡。酒店入边仲设有儿童娱乐空间、健身空间，设施都几齐噶。至于最重要嘅客房，空间都几阔落，基本房都有300几平方尺，最平一晚唔使700蚊，真系好抵啊！房入边仲有唔少贴心嘅设计细位，好似有足够嘅挂钩放置战利品。而另一样要赞嘅咧，就系房型够多，好似咁阔落嘅三床房就最适合女士苏科团啦。另外咧，亦都有床脚对床脚嘅双床房，巧妙咁运用空间。而房价亦都包埋自助早餐，由基本嘅西式面包 cereal 到中式热菜。甚至台式的麻油鸡、卤肉饭都有啊！整体来讲就是又便宜又抵住，加上金皱脚，绝对值得推介啊！